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员。古老神秘的西藏竟然保存了前文明存在的证据，神秘的罗桑伦巴地球边疆史又记载了什么惊人故事？今天我们将揭示地球真正的历史。以下故事摘自罗桑伦巴蒙南记的选节部分，也可以说是西藏历史的一次重要揭示。在一次修炼中，罗桑伦巴的师父带他进入布达拉宫下方的一个地道，打开了一扇巨石大门，门内绘满了许多未曾见过的动物、天文图和文字。这些图案和文字都不同于现代的描述，星图的位置也与现在不同，文字并非已知的书写方式，就连动物的形态也与现代动物大相径庭。师父解释说，这些图画和文字不属于人类，而他学过这种语言，这些记录的历史内容现代人难以接受，即使有人相信其中的秘密也不能公开，因为这里存放着先民留下的神秘装置，这些装置是原子武器，并非新发明，几千年前的先民早已拥有。当时这些装置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被先民存放在固定地点，任何国家若获得这些装置都会在世界上称霸，并重负先民的错误。先民留存这些装置，旨在警示后人，他们已放弃了超高科技文明，你们未来应努力探查这些洞穴，解读其中的记录。这段历史即为地球轴心的来源，希特勒试图寻找的黑科技正是师父提到的先民神秘装置。而在众多先民埋藏科技的地点中，希特勒显然已经发现了某个隐藏地点，所以二战中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武器和科技。关于纳粹和德国的细节，我们在以前的视频中提到过，此处不再赘述。师父继续对罗桑伦巴说道，在所有世界宗教的教义中都能找到大洪水的故事，许多人在巨大的灾难中被淹没，地壳下沉，地表上升。实际上这次灾难是由毁灭性武器爆炸引起的。古代的地球与今天不同，它距离太阳较近，旋转方向也相反，附近有一个地球的孪生星球，由于距离较近，昼夜较短，人类寿命较长，可活到几百岁。当时地心引力比现在小，所以人类的身高是现代的两倍。地球上还有一支高度智慧的巨人族，他们来自遥远的深处，负责教导人类，人类是巨人的殖民者。这些巨人经常乘坐闪闪发光的飞行器，与人类用心灵感应交流。后来智慧巨人内部发生争吵，产生了敌对团体，并为地球的资源和领地而互相争斗，直到两败俱伤。爱学习魔法的人类在战争中学到了战术和技艺。一天，天空传来巨响，地球在剧烈震动中改变了轨道，大火蔓延，烟雾弥漫，天空中出现了极端的异象。原来一个星球撞向了地球，巨人们纷纷跑进飞行器中，离开了这颗灾难的星球。之后地震不断，海底的山脉升上海面，形成新大陆，原有的陆地沉入海底，幸存的人类到处逃难，恐惧地认为这是世界末日。那个撞击地球的星球改变了地球的引力，太阳似乎也为这场灾难停滞不动。之后数以万计的人类因气温骤变而死去。巨人离去后，人类开始祈祷，天降类似圣经中玛纳的天凉，使得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得以生存。当时的人们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太阳变得朦胧，人们担心日神会消失。几天后发现太阳由东向西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由西向东，天际出现了一颗十圆十缺的黄色星球，这就是现在的月球。地球也逐渐稳定下来，幸存的人类开始挖掘那些被埋藏的远古知识碎片。日子一天天过去，白昼变长，月球稳定在新轨道上。掌握了远古巨人知识的人类变成了祭司，无法解释曾经的灾难，只能用上帝发怒来解释。多年后，这些祭司花费了大量精力解读巨人留下的知识碎片，用这些知识奴役愚昧的人类，形成了以科学为主的新宗教。当时科学统治了人类社会，
科学被视为合法的权利，而无技术身份的科学被视为违法。这些祭司用崇拜科学的方式掌握权力，压迫普通人，认为自己是遗留下来的古代神奇，最终成为了平民口中的全能上帝。当时的地球极度辉煌，各种巨人时代的飞行器被人类掌握，祭司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科技文明。然而科技过剩，导致人类逐渐失去心灵沟通能力，语言混乱，争端不断，最终祭司统领的种族之间爆发战争，制造了各种毁灭性武器，地球再次陷入战火。一方科学家制造出更恐怖的攻击装置，再次摧毁了地球生态系统，引发了板块位移，滔天洪水再度席卷全球。我们的祖先生活的热带海岛被推到了寒冷位置，即现在的西藏。战争后，善良的祭司没有被权力腐蚀，用极薄的晶片刻画了他们的历史和科技，这些晶片花费了数年完成。同时，祭司帮助平民在西藏建立了部落，这些领袖中有很多人下山，在多个地方创造了人类文明。西藏的偏远山洞城，为了先民留下的永恒知识的藏身之处，这些知识仍隐藏在地下，等待有缘人发掘。不幸的是，人类再度掌握科技后，邪恶的人们再次试图称霸地球，人类正重蹈先民的覆辙。第一次巨人文明被月球摧毁，月球是后来才出现的。第二次幸存的先民创造了超神的科技，即亚特兰蒂斯文明。文明毁灭后，敦巴、星饶等善良祭司在西藏创造了古老的西藏本教，其万字符为逆时针，象征了远古太阳的起源，为魔龙人及曾经的亚特兰蒂斯幸存者。最终，幸存的善良祭司和平民同伙，混血雅利安人，征服了欧洲，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希特勒在第一次进藏时，找到了先民遗留的洞穴，造出了匪夷所思的战争武器，和传说中的纳粹中香巴拉、沙姆巴拉或极乐园等描述地下超越人类文明的地方，或许正是那些善良祭司现在生活的地方。西藏之谜确实引人深思。解放前的西藏到底有多恐怖？人皮祭品、人骨法器。在解放前的西藏，农民只是会说话的牲口，会走路的工具，都说西藏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但谁也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阳光普照不到的农民。那么，解放前的西藏农奴究竟过的什么日子？他们为什么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西藏是一个被各种神秘色彩笼罩的地方，这里充满了丰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然而，在西藏的灿烂面纱下，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黑暗历史。接下来，解说员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你不知道的西藏。解放前的西藏到底有多黑暗？人头做钟，人皮做鼓，纯洁少女是他们最爱的法器。简单的一场仪式就需要30颗完整的头骨，还有10根腿骨和14个人的肠子。这些僧人所用的各种法器，还有从上到下所有的佩戴之物，都是从活人身上取下制成。你敢相信这就是解放前西藏人民的遭遇吗？解放前的西藏是数百万农奴的地狱，占比不到总人口5%的上等僧侣、贵族和官员统治着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当时的法典中有规定，下等人命价等一根草绳，农奴在农奴主眼中就只是一个会说话的畜生，只要敢惹农奴主生气，那就会被毁去双眼，将烧得通红的铁块放进眼睛里，甚至是直接将滚烫的开水倒在农奴的眼睛里，最后农奴晕过去之后，农奴主才会善罢甘休，并且农奴主还可以随便出卖、转让，或者是直接处死农奴。他们几乎占据所有西藏所得到的土地，而那些长不出庄稼的田地会被分给农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捐税。根据当时的统计来看，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程度在70%以上。这说明辛苦了一年之后的农奴
在交过税之后，连维持最起码生计的粮食都没有。像这种情况，他们为了自己不被饿死，只能向农奴主借高利贷。据说当时 90% 以上的农奴都有负债，一些借得多的到死都还不完。毫无人性的农奴主就提出了子孙债，但这个债一旦背上，便世世代代都还不清了。之前有一位农奴的曾祖父借了700公斤粮食，祖父还利息还了18年，他的父亲又还利息还了40年，等他出生长大之后又还了19年，77年的时间粮食，共还了4.2万公斤的粮食。怎料农奴主却说，他们共欠下了140万公斤，这就等于是农奴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他们一辈子被农奴主逼得没日没夜干活，不仅要面对极端的剥削和压榨，还要经受残忍的刑罚和习俗，挖掘双眼，砍掉双手，在水中活活溺死等各种残忍的刑罚，是他们活着一定会经历的。宗教祭祀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农奴们的身影，而祭祀对农奴们来说才是他们最残忍的事情。祭祀中最野蛮和血腥的无疑是活人祭祀，因为西藏宗教仪式上很多法器都是从活人身上抽包来的，比如十分出名的嘎巴拉，这个法器是从活着的农奴身上抽出腿骨和头骨制成，光是摆放在那里就让人感到心惊胆战。但这个法器的地位很高，在很多人眼中它就是寺庙中的镇寺之宝，这是西藏贵族最喜欢的一种装饰物。人皮唐卡，顾名思义就是用人皮制作而成。这种装饰物不光是名字让人惊心动魄，制作过程也让人汗毛直立，那就是活生生将人皮活剥下来，然后趁热在上面绘制上图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人皮鼓，这也是西藏农奴时期一种祭祀用的法器。而制作人皮鼓对人皮的要求很高，必须是没有说过脏话，没有听过污言秽语的少女，这些少女年龄都还不能超过16岁，地位低下的农奴家女孩是制成人皮鼓的首要选择。其实这些女孩是从出生就被选定的，为了不让她们说脏话或者是听过污言秽语，在女孩刚出生时就会被割下舌头，刺聋耳朵。女孩长到13、14岁的时候，人皮将会被完整剥下。为了确保可以得到完整人皮，在女孩活着的时候，在她们头上开一个洞，然后灌注水银，让水银流满全身，皮肤就会被完整剥离。光是文字就让人感觉到钻心刺骨的疼了。除了人皮骨之外，人们的骨头里面被掏空，也会被制成钢铃，这被僧人们当作乐器，因为他们觉得钢铃吹出来的声音取悦神灵。面对这样极端残忍的杀伐，农奴们难道就不会反抗吗？当然不是，只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农奴主们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会用宗教信仰从思想上来控制农奴，让农奴们相信人是可以投胎转世的，而农奴主就可以决定你下辈子投胎的结果。所以面对无穷无尽的痛苦，农奴们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傻傻地相信今生今世所遭受的所有痛苦都是为了下辈子投胎能有更好的生活。西藏的这些农奴主们打着信仰佛教的口号，却做着阴暗残暴的事情，无情地害着农奴们。活人祭祀用16岁纯情少女人皮做法器，取30个头骨、10根腿骨和14个人的肠子，只为做一场祭祀。这就是解放前的西藏。都说西藏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大雷音寺之下是尸体埋葬了800余年的狮驼岭，而在这片净土之下所掩埋的是无数的农奴尸骨。就在如今这雄伟的布达拉宫之下，有这么一个阴暗的小房间，这就是被称为人间炼狱的雪监狱，那是专门用来囚禁农奴的。在那里只要一点小错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从鞭打到活活烧死，每天都会上演，甚至还有些人会被戴上几十斤重的帽子，最后因为没办法承受这个重量而暴毙。挖眼割舌也是司空见惯的刑罚，这种残酷的祭祀和恐怖的刑罚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当时西藏没有革命基础，
当地居民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知道的很少，因此根据毛主席的要求，解放军必须理解和尊重当地居民的信仰和习俗。军队进入西藏之后面临极端的条件，很多士兵都在挨饿，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捕捉动物，以免干扰当地人的正常生活。过去的西藏农奴根本没有人愿意给他们看病，直到解放军来了之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免费开设了诊所。消息刚刚传出，前来就医的人就滔滔不绝。这时候农奴主们不甘心自己那高贵的地位丧失，就试图破坏解放军在西藏的声誉，并拒绝出售粮食给解放军，甚至有时候还偷偷烧毁解放军的帐篷，试图用这种方式将解放军赶走。怎料解放军直接自己种粮食，自己建造房屋，并在有收成之后开设粥铺，让那些可怜的农奴每天都可以吃上饱饭。这时候广大的农奴们才开始意识到，解放军真的是来归还他们人身自由的。他们和那些农奴贵族截然不同。就这样慢慢的，农奴们消除了与解放军之间的隔阂，他们渴望迎来真正的和平。1959年之后，高达80万名农奴获得了土地分配，最终也走出了农奴的身份，成为了真正自由的人。之后的西藏以其安宁祥和的生活和快速发展的城市面貌而出名，经历了从黑暗到光明的翻天覆地的变革。而我们在欣赏布达拉宫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生活在地狱里的农奴。人们的悲惨遭遇也在告诉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等。这一切都是新中国不懈努力的成果。1939年，瑞典医生德莱奥尔受邀来到西藏的一个偏远山区，他此行的目的是来治疗一位佛教圣人，却没想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这一天，西藏僧人说是为了感谢他，要给他做一场表演。随后他被带到了一处三面环山、一面悬崖的草地上，悬崖高250米，在草地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块大而扁平的碗状石头，一名僧人手里拿着打了结的绳子，正在测量着每一个人的站位。随后将19件乐器、13个鼓和6个号角分发到了其他僧人的手里，并围绕石头呈90度的弧形排列。这时一头牦牛拉着雪橇，将一块长宽高个1米的石头拖到了石板旁，再由一群人合力将石头放置在了石板中央。一切准备就绪后，僧人们便开始用力的演奏，现场的声音很大，甚至听着会有强烈的刺痛感。刚开始音乐节奏还很慢，场中间的石块并没有变化，但随着节奏逐渐加快，石头突然晃动了起来，然后缓缓上升，并向前移动到了悬崖上方。此时所有人都停止了演奏，石头瞬间掉下了悬崖。用这样的方式，僧人们1小时内可以举起5块类似的石头。德莱奥尔完全处于震惊状态当中，心想这难道是魔法吗？震惊之余，他缓缓举起了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下了这神奇的一幕。但很可惜，这段视频并没有被允许带出西藏。现在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记载，也仅仅只有一篇关于这段故事的论文，详细分析了西藏生悬浮事件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是如何产生的。让物体在半空中悬浮，本应该是科幻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却在现实当中得以实现，让魔法变成了科学。不过后来有人发现，这哪里是什么科技与狠活，其实早在古人类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它的诸多传说，最典型的就是埃及金字塔。直到今天，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话题一直都在被人们所争论着。主流观点认为，大金字塔是由5000名工人耗时20年的时间，用绳索、坡道、滚木一步步搭建完成的。但在10世纪，一个历史学家却说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的名字叫做阿布哈桑·阿里亚·马苏迪，被称为是阿拉伯人的希罗多德，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极具影响力的人。早年间他游历了世界各国，最后定居在了埃及，在那里他写下了30卷的世界史，而其中就有一篇文章
是关于金字塔是如何运输建造的文章。文章中说道，埃及人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是在一张草做的纸上刻上符号，然后垫在每块巨石下方，随后用一根金属棒去敲打石头，使它慢慢上升飘在空中，随后石头会沿着一条小路移动，而路的周围全部都是用金属栏杆围着的，石头每次移动都可以前进50米，之后就会轻轻地落在地面上。埃及人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将石头放置在准确的位置上。这篇文章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有人猜想，金属杆敲击石头很可能就是为了制造高频声音，从而让周围的空气产生震动，达到了让巨石悬浮的效果。但是有一点很奇怪，阿里亚马苏迪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字塔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了，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些信息的？难道是人们口述了历史，然后代代相传传到了他那里吗？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杜撰这个故事呢？这一点阿里亚马苏迪自己也没有阐述过，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有着很多令人捉摸不透的巨大建筑，很显然他们并不像是依靠原始工具就能搞定的事情。在黎巴嫩巴尔贝克的朱比特神庙前，有一块规整的巨石，重达1200吨，是神庙的基石，并且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切割的最大的一块石头。就它的重量，甭说是在古代了，就算是再近现代，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台起重机可以轻轻松松地抬起来的。再来看看地球的另一端，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有一座名为太阳门的纪念碑。这块被精心雕刻的巨石重达10吨，要说这10吨倒也不是什么特别重的重量，但它的神秘之处在于，专家们认为这块巨石应该是从山下搬上来的。可是依靠着古人的力量，真的能抬动它吗？就算是多招几个人能抬起来，但是谁又能抬着它爬上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所以这些壮举能称得上是未解之谜，完全就是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合理记载来记录这些古老的巨石是如何搬运的。但是每一个巨石文明的背后又都有着相似的传说，要么是敲打石头，要么就是使用乐器或者是唱歌来搬运石头。难道真就应了某些人的猜想，他们是通过声音引发的空气震动来实现物体的移动吗？早在1866年，27岁的德国科学家孔特首次提出了声悬浮的概念，他一直都在研究他的声速测量实验。可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实验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反应管内的尘埃颗粒并没有遵循着重力落在底部，反而是随着声音有节奏地飘了起来。通过这些尘埃的舞动，他敏感地发现了放射波和反射波叠加后产生的驻波场以及声悬浮现象，同时也引起了许多学者对声场中的作用力的好奇。后来又有人陆陆续续地将小球、水滴悬浮在了半空中，而这一切靠的都是声音。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身高不过1米5、体重不足100斤的矮个子男人，他叫爱德华·李苏格兰。如果我不跟你们说，你们很难想象，这么庞大的一座石头建筑群是由他一手完成的。这就是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珊瑚城堡，里面有着1000多吨的岩石，其中最大的一块重达35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用到任何重型机械等现代化设备。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施工期间禁止其他人进入现场，还把工作时间定在了晚上。虽然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他却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已经发现了金字塔的秘密，找到了一种克服重力的方法。这样的话显然激起了更多人的好奇心。曾经就有一群孩子偷偷来到爱德华的城堡，他们看到爱德华手里的巨石就如同氢气球一样漂浮在空中，而爱德华本人对无线电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拥有很多音响设备，所以就有人猜测他能举起巨石的秘密可能就是利用了声悬浮。声音不过是由空气中的分子震动而产生的波，他看不见也摸不着，可就是这样一种波真的具备神奇的力量吗？如今的科技，人类已经利用声音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利用超声波可以将身体里的肾结石击碎，还可以利用声波去探测水下世界，甚至在战场上，美军就曾利用过声波武器与越南打仗，类似的运用还有很多。但据我们现在的了解，声悬浮的研发还处于起步阶段，采用的是声音通过空气传播来抵消重力的原理，目前的技术也只能是移动质量很小的物体。眼前的这台机器就是声悬浮器，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上面的声音发射器，另一个是下面的反射器，可以将声波聚焦在你想悬浮的物体上。想要让物体悬浮，里面涉及到了很多关于数学的知识，比如要准确调整发射器和反射器之间的距离，它必须是声波长度的整数倍数，这样可以确保下方有足够的分子将其举起。工作原理大概是这样的，当声音发射端的声波抵达下方反射端后，会被弹回来，导致反射回来的声波与继续向反射端传播的声波重叠。由于两列波是从同一个声源发射出来的，但传播方向是相反的，由此形成了驻波，其中两波交汇的点被称为波节。理论上波节的声压为零，在波节稍稍偏下的位置上，声压是向上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声压单位是帕，也就是指声波通过媒介时，由于波动所产生的压强改变量，这是一种空气密度的改变带动的压强改变的现象。而在波节偏下一点的位置，声压是向上传播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将物体放置在声波稍稍偏下的位置上，向上的声压所形成的力场就会作用在物体的重力上，从而达到一个平衡，起到让物体悬浮的效果。现在我们再回看西藏悬浮事件，齐声演奏的乐器就如同发射器一样，石碗就如同反射器，每个人站在特定的位置上是在调整发射器与反射器之间的距离，好将发出的声音集中聚集在石板上，从而实现让石块悬浮的奇观。当然这一切还都只是我们的猜测，更有趣的是很多地方都有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他们好像都与声音有关。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们相信世界是由三首神圣的歌曲创造的，在阿兹特克神话中，羽蛇神使用了海螺号角创造出了震动，形成了第一波生命浪潮，而声音就是震动产生的。因纽特人说乌鸦用翅膀拍打创造了世界和水域，好像无论在哪又或者是在哪个时期，似乎都在隐约地告诉我们声音就是创造世界的基础。就连特斯拉也曾经说过，如果你想找到宇宙的秘密，那么就从能量频率和振动的角度去思考。虽然现在的悬浮技术还不能举起太大的物体，但或许未来的某一天真的可以实现。就像在1903年有人在研究飞机时，纽约时报就称人类飞行这件事在1到1000万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1985年纽约时报还称，无论笔记本电脑变得多么便宜，又或者是多么强大，也不会有人想要。于是苹果公司发布了 iPhone，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可能的最终都变成了可能。正如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所说的那样，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异。